全美最佳大学排名出炉，多所德州高校排名下降。魅力休斯顿网 Cuman 报道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于9月9日新公布了全美最佳大学排名，休斯顿的莱斯大学再次成为德州最佳大学。根据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的报道，与2019年的榜单相比，莱斯大学排名下降一位，当时与康奈尔大学并列第16位。在西部最佳地区大学榜单上，德州学校的表现就好得多了。最佳大学总榜单是按照成效、师资力量、专家意见、财力、学生表现和校友捐款来排名的。以下是德州高校在2020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最佳大学榜单上的排名。